牛吃香家的战场。现在有活动，买三根送两根。这个是火鸡面味的，巨好吃。酸菜粉条的，爱吃粉条的姐妹可以试一下，特别好吃。我姐妹说想看我吃甜品，我把她买过来了。
个是罗生的。这个煎饼特别筋道，而且它是无油无盐的。上锅蒸的时候提前把它撕好再蒸。